wondering who to call. Cut, cut. I'm sorry, I just...네, 저기 세차장에서 내보내면 안 되나? 누구야 이거? 今天我的韩裔演员朋友陈曼婷，就刚刚你看到这个广告这个里面的主角，我们聊了好久，在一起吃饭。 我就想邀请他到我的频道来做客，跟他聊一聊关于演员、演戏，还有怎么去拿到一个角色啊，甚至是一个很大品牌的一个广告角色。我就想给他做一个介绍的视频，就想了好久。刚刚大家看了拉斯维加斯的那个广告，肯定会觉得特别好看，对吧？ 我第一次看了之后也是觉得非常棒，其实那个表演啊，那个策划设计啊，各种这种音乐，整个情景啊，就特别有意思，而且黑白的。那我就想用这个视频来跟我产生一个互动。于是我就想，我在什么地方出现，然后看到那个画面，就是他蹲下去系鞋带，然后抬头的时候刚好是一个转场嘛，所以我就找到了机会进入到这个片子里面去，站起来的突然就变成了是我，然后开始来介绍啊，充满。那拍这一段的时候挺有意思的，因为我一个人拍，而且我是用手机来拍。 然后我就弄了块黑布在后面，然后打了一个灯光，然后找了一套西装，那个里面的衬衫还是我老婆的衬衫，我没有白色衬衫，大概看起来像她那个装扮。往后一梳就跟她有点像，反正就我一个人拍了，我就是从大概三点多，昨天的三点多一直拍到五点多，然后我开始剪辑就把它给弄出来。 但没想到，就是因为太匆忙了，所以就是，视频做的还 OK， 但是，那个后来出这个视频的时候，还是发现了有错，就在改。就关于日期啊，就弄了很多错啊，一个是日期错了，星期六本来是星期天改成星期六了之类的啊，就弄了好多乌龙。最后搞来搞去，昨天晚上就弄到了晚上的。 凌晨三点钟，然后今天呢就发一发这个拍摄的花絮给大家，找点乐，给大家分享一下玩这个东西。其实有时候你有一个想法，马上可以去做，你可以用手机啊，都可以拍的还 OK 了，就是好玩嘛。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，明天。 明天下午6点钟，就是1月30号星期天下午6点钟，这个时间啊，是我跟琼曼的一个直播，欢迎大家来听来参与来一起互动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这位演员是谁吗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知道？ 好的。
cut。OK， 如果你经常看 YouTube 的话，或者喜欢去 Las Vegas 的话，那你会经常看到刚才那个广告，他就是我的好朋友韩国演员 Chung Man King 主演的 commercial。如果你也想成为这样的广告明星或者做演员的话，请记住1月30号周日下午6点到 Hollywood Channel 给大家做一个 live streaming， 跟大家一起互动，回答你的问题，或者让你了解更多拍摄做演员的故事。1月30号周日下午6点，我们不见不散，拜拜。